明天就要走318了，我先去买点东西，这一路旅程不能委屈了自己啊。这个要买，肉选 M9 的，再来点虾，小羊排也来一份吧。大家眼中的318是一段艰险的旅程，吃不好睡不好，还要一路颠簸，所以我决定用一种轻奢的方式来寻找不一样的体验。我们专程绕道100多公里来到这浮云海子，在这里不仅有穿过山间的浮云，还有一片海，吃个打海。时常能够见到奔跑的兔子，放羊的老乡，虫鸣鸟叫，云起云落，在这里不就是人们所追寻的世外桃源吗？他们老板告诉我，建设这里的初衷是为了把自己去过的地方用一种野奢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来时的路虽然不好走，但我们却在如此隐秘的地方找到了归隐山居的感觉。我在广州好久没有听见这么安静的声音了，在大城市里活久了，我们就在关系网络里，我们更习惯用供需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要买一杯咖啡，于是有了咖啡师，他赚他的钱，我买我的生活。而独处的意义就是我们总有一天要和自己握手言和，向自己妥协，跟自己言和，然后融洽相处。旅行的意义便是你能抛开一切社会关系来思考这个问题，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更能发现自我。享受完一个人的宁静之后，我们还是踏上了旅途。这一路我们穿过了横断山脉，翻过了折多山，见过了天空之城礼堂，终于到达了西藏。纵使山川美景住在眼前，而我只是匆匆旅者，不能驻足留恋，于是我决定所以我决定做一顿饭。
人的一生有76000顿饭，总有几顿令你印象深刻，至少你在死之前还记得你吃过些什么。有人觉得好的饭局是和达官权贵吃一顿饭，有人觉得好的饭局是吃山珍野味，而我觉得好的饭局应该是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吃过，此情此景便是我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不止于此，终点一定会到达，而过程难免会有遗憾。南迦巴瓦峰，十人九不遇，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最东端，海拔7782米，终年积雪，云雾笼罩，一年之中也就十几天能见着它的全貌，也被称为修女。而我便是那九人中的一人。很多人旅行是为了调节心情，你总会遇见不顺心的事，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当你坐在雅鲁藏布之上，眺望云雾里的南迦巴瓦，你就会觉得生命也不过是一种偶然，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谁会在乎我这一点患得患失？如果我能有更宽广的胸怀，一切苦闷终将过去。我们终于到了这个318，在波密这附近的一个网红洗车点了。你看那个福克斯刚刚冲过来，那个杠啊都给它冲掉了。我们去冲一转，走位。这一路过来，我们见过了山川、河流、草原、峡谷、雪峰、天险，大大的满足了我的视觉感受。这个时候也是时候满足一下我的胃了。这儿算低的，这儿才2000多，两千多的多点啊，以前我以前拉萨去的就是3000多。哦，以前他俩，以前他那边真正那个藏地啊，最少一半个小时都要不说的是。那么老吗？还是老太老了？哎，都是有点老。哦，那没得嫩的那几那种藏地。他以前那边藏地成那个大的，他确实他都不像我们那边哈，长不大，就这么大的还是老的。哎，他自己那么大。石锅鸡做好了。人以为自己很厉害，有些东西你是花钱吃不到的，只有你亲临现场才能感受到它的味道。以前并不觉得，因为你在广州也能吃到重庆火锅，在成都也能吃到香港的茶餐厅，但是这个松茸和这个鸡，你只有在这里才是最新鲜的。你能做的就是亲临现场，趁它香气还在，尝上这么一口，吃掉它，感受它，这就是
吃饱喝足继续上路，我们的旅程也接近了尾声。虽然林知道拉萨这一段有高速可以跑，自动驾驶辅助打开后扶着方向盘，不一会儿就能到达目的地。虽然这一趟旅程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开，但坦克500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大排量双涡轮在高原超车毫不费力，强大的越野性能几乎可以应对各种路况，堵车时还能自动跟车。旅程一路匆匆，但318国道上的风景依旧历历在目。旅行不是两点一线，一路美景。我们为什么要来西藏？补一节信仰的课。在大城市里，信仰非常简单，那就是搞钱。只有你到了西藏，在这里才能见到跪拜的普通人，见到他们对一条河、一座山的信仰。我们总该畏惧一些东西，也正因如此，才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力量，并继续活着。不讲，这就不用搞了，就直接讲。不讲，来，3、2、1，开机。开机啊！